忙活喽。哟，今天猜字谜呀、啊，又是我的强项啊。这个多，我个人认为吧，菜不太多，它主要是要精致，不太符合我的风格。这个桶应该是什么土货？我们这里啊，满山遍野都是，我都吃腻了。这个香嘛，我们先从它的表面来分析，它的笔画比较多，这也就意味着活的肠放多。下面是什么，你就不重要了。哎呀，能不能有点内涵？跟我讲什么内涵？我要是晚一点，你就要选了吧？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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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其实我给大家演示的是个反面教材。做人吧，不能贪多，想帮我分一点吧？可以。哎，你要死啊！我做的是香菜，又吃我一个火腿肠。有人。哥说的有道理，笔画越多的容易是差的。你选不选？你不选我选了，我选我的。我选这个土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！哇哦！原来是个土鳖、啊。哎呀！哎呀，没想到果然是大火呀！这个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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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，这么多五花肉肉啊！小心你的体重吧。原先我有生气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